们的郭菲丽小姐。大家好。哇，你看不得了了，这个很难得啊，回来台湾了，那只上咱们这一个节目，哎，厉害了哦。还有这边我们的张韶涵。哦，这个才真正是啊。他外号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张洪亮，声音很洪亮。对啊。哎，他有多瘦？你看手机，我们看一下好吧。各位，你看啊，来来来，你的比一比嘛。哎，这两只，哎，他的手是这样。天哪，这个小肥手，哇，神经病。还有我们这边蒋美琪小姐。哦，小美都是很棒的，好会唱歌啊！你看，厉害点，新歌加精选，你们两个就一组好了。青年派，你那么讲一点好的，像话吗？谁看不出来是青年派啊？小美，我才会留在那里。这么瘦，对不对？那这么说来，只有我们是美女与野兽嘛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两个还曾经演过一幕。青春。对，你没有红，红到陈柏霖跟柯有伦嘛。我是客串的啊，我干嘛要红了？十字路口规则说明，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文字接龙的游戏，参赛者必须想尽办法以同音或谐音的接龙方式，将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将每一道食物吃光光。当吃到第五道，裁判官会将谜底食物公布出来，此时参赛者必须想办法接到最后一道谜底食物，谁先吃完的队伍即可获得本周的超级大奖。本周现阵队派出的是郭菲丽、吴宗宪，康康队派出的是张韶涵、康康 ，NONO 队有江美琪、NONO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今天的谜头是什么？欢迎小天使啊，他是龙宝人，龙宝人啊，跟小百合装片的老板那个女儿嘛，很漂亮啊哈。欢迎到南庄，是是是，南庄是一个阁下是要介绍一下，我是南庄观光产业协会理事长侯生国。哦哟，哦哎呦，再问我一次，再问我一次，再理事长你好，理事长你好。哦，了解，南庄是在地理位置介绍一下，在苗栗县的东北角，是是，算全苗栗县的第二大的一个土地。听说这边是禁止游泳，是真的吗？对啊，禁止游泳倒是没有了。哟，你后写在后面哦。怎么没有？那写那么清楚。对对对，有鲨鱼禁止游泳。这个是水源水质水量保护区。是是是。所以这边有好山好水。哦。非常欢迎你们到这边来。哎。我们的特产就是鳟鱼，还有俊男美女。对对。哎，俊男美女。这样两面去吧。这个是什么？哈达，4点金啊，四点金，所谓四点金就是对这个全鸡的切盘。对，所以是客家人招待贵宾最诚意的一道菜，就整只鸡都要出来了。对，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到南庄来，都可以享受到我们最诚挚的这个招待。了解了解，哦。不容易哎，才出场一会儿，总共握手握16次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，再次谢谢我们黄正光先生。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干什么？快要总统选举了，不要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十字路口出发了。是第一的十字路口广告后登场。哇，这个是男装，男装啊是客家装。哇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巷道的感觉还真特别呢。这个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天哪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哎，这里是男装哎，那你看看这些屋子，这是后来才。开始建起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干脆来这一家看看。嗨嗨嗨，嗨，哎呀，哈嘎的美女呢？有没有看到了？这是客家美女，有没有？来到我们礼金馆。礼金馆的，哎，我们在这里想来这个找一道菜，啊，里面坐着再说好了。好，好吧，先介绍一下。这边好漂亮啊！你看这个梅花。花啊，对，樱花也是是。沙姑啦，沙姑啦，拍谁拍谁？哎呀，我自己也要种两棵，我真的讲不出来。能这么靠近杏花的地方，你看，杏花好漂亮啊！对啊，你站到杏花里面向后转，人比花娇嘛，有没有？哎，对，你看衣服还有配色呢。
对，你跟那个拍了，那我只能跟这个拍了。真是垃圾桶，喂，太孬了。嗯，哇，多舒服。对啊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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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嚯！四点斤，嘿，你好，嚯嚯，厉害！哦哦哦哦！天哪，哦吼吼！哇，太棒了！这是100多年的传统啊！对呀、啊，这是菜，哎，我们深圳的客家菜，红烧肉有没有看到？红烧肉，红烧，哇，这个啊，这一边哈，四点斤，嗯。土鸡是您，主要是这个是不是？来来，我们要这个，不管如何，一定要先吃一下这个。嗯，来，那个土鸡的这个，走了，我帮你夹一个这个。我帮你夹这个。啊，对，这对你有益。对，这个要大的，鸡屁股哦。不是，没有，他就是你一定要吃他的四点斤。有有有，但是啊，你让我啊一阵尴尬。好了，我等一下再吃这个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帮你夹一个，好，嗯，就是，哎，但辣椒，新加坡人啊，橘子酱也可以，最会吃辣椒，新加坡人最会吃辣，我沾橘酱啊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先叮咚叮咚，一二三，嗯嗯，哦，真的很厉害，这个是出。蚂蚁的，是吗？蚂蚁的，蚂蚁的，那个山上乱跑的，那岂不是食蚁兽了吗？哎，对对，哦，太正点了，很好吃。你不要理你。小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在干嘛？喂鸡哦，这是你们养的吗？对。啊，你知道客家菜有一个四点斤吗？就是鸡嘛，对啊，我们想要吃哎，你抓，抓什么？抓鸡呀，抓鸡，嗯，就可以请我们吃吗？你抓的，真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抓鸡有一个秘诀，什么秘诀？要学鸡，那你先，我学鸡多像，少年呢，无巴得，我拢未赶时间哦，啊，搁食卫生，不是这种鸡啦，是真正的鸡啦，好不好？来。母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公鸡，马杀鸡，马杀鸡啊，真的啦，对吧？对啊。啊！你要吓人啊！啊、我帮你拍15连拍，这是新的手机哦。来，要不然叫他拍，我来抓。我的妈！很恐怖哦。他会不会吃？我帮你拍。一个没动过。我帮你拍。来。好赞哦！好赞哦！15个哎。哎，好笑，你看。来，走走，哎。四点鸡啊，啊，四点斤啊。那我现在带你走走走走。哇，这边风景好漂亮啊！这是什么花？这个是梅花，红梅，它是重瓣的。那我们这里，我们山庄里面梅花有10几种，就是光品种里面就有10几种。哦，真的。对，那这里面是梅花园。那我先带你们。好。走。就在这边就好。这一组。来放这里，放这里，这个桌，不要怕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乖。你干嘛叫他乖啊？宝贝。习惯了。坐过来。这是我们的客家菜。哇。哇，好香哦。客家菜最典型的就是四文四炒跟四点鸡，四点鸡就是这一只。哦。那个鸡头不要对着我们看。没有。会被开除。那边，等下那边还有，还有啊，还有。今天是初一还是15啊？要吃拜拜。文猪肚，咸带咸菜，文猪肚。对，那这个是文笋干。哇，那这4道就是4文。哦，这个就是4点斤。所以这个不能吃嘛，只能用文的，对。然后四炒就是用炒的。哦，这有开玩笑啊！还玩成你来讲干嘛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吃。赤草，这个是
个是四草，也是四草，四草真的是四文。青菜少，花枝。那这个是客家小炒。哇。这是姜丝炒大肠，还有琼喜丑岛凤梨炒木耳，炒大肠。来啊，你会讲吗？你是客家人吗？不会，我只会听。你会听啊？对，先吃。对啊。啊，我不要你吃。我这很苦。不要你吃。鸡头。我这一辈子都要你吃过鸡头，舍不得。要不然这个。我不要，你吃。不要。嗯。不要看不起我们。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江美玲到我们桂花爷。哦，好，我们要来吃第一道菜，那个四点金。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哈。对，这里这边的菜是一个有很有特色的一个菜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玉章是姓什么？姓罗。姓罗哦，玉章是姓罗。是唐昊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是桂花茶。哇，那这里都以桂花为主，对不对？这个这是茶寿，这是保温的，保温的哦，叫什么？对对对，这是客家特有茶寿，对对对。桂花，这个就是我们，哎呦，哦，先生点的四点金哦，这叫四点金哦，那是金桔酱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，金桔酱，因为客家人，他也是客家人，金桔酱，他也是客家人，嗯，对对对，他干你，系啊，他干你，那边他干，姓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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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惠凤，哎，好，我们这里的名产哈，这是尊女。桂花金珠，对，哦，生鱼片，是再切点这个，石莲花，石莲花，你们要沾这酱很好吃。我知道吉酱，我知道，我之前有买过整瓶的吉酱。吉酱也是从你们，金珠新竹开平谷类啊，他们自己做的。好，来来，谢谢，这个是客家的这个猪肚汤，好，试试看。嗯。哇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爱花的人呐、啊？而且他都种得很漂亮。对，然后一路上进来，天哪，就找不到老板娘。你看啦，这有一道门，我们进来了。哇，你看这屋子好可爱、啊。好可爱，里面是一个，这里是卖咖啡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条小路，我们从这边好了。哇，你看它的花，好漂亮。哎、欸，真想看看这里的主人啊。好美哦。住宅啊，哎、欸。前面那边更是住家了，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你可以想象吗？早晨醒过来，哇，然后出来是这个地方，对、啊，然后到处都是花，有没有看到 ？Dreamland。对呀、啊、，Dreamland， 往那边，哎、欸，那边有人口，看到了，哎、欸，有个照片，有没有？对，我是老板娘。哦，哎，应该就是在那边了、啊。哇，他这里好几摞的房子，真是美呢。他明明白白写着我是老板娘，我是老板娘，有没有？就这样，老板娘，老板你在哪里？哟，谁呀？哎呦，从画里面走出来的，哎呦，对啊，老板娘一样的，你好，你好，郭飞利，郭飞利，你好，你好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个地方是你的、啊，是，你好幸福哦，怎么会那么漂亮呢？你因为我是好爱花、啊，我是专职的园丁啊，真的吗？这花都你种的是吧？是我种的。哇，太棒了！哦、你我们要找金桔啦，有没有？你这有没有菜用金桔做的？因为我们刚吃的四点金嘛。我们有一个饮料是金桔飘香。金桔飘香是什么？就是那个 Gila。阿 Gila Gila 对啊。对。阿 Gila 嘛，就唱那个苗栗大香阿 Gila 嘛。金桔飘香。对对。这是一个饮料的、啊。嗯。一杯两只吸管，麻烦。为什么要两只？你应该问说为什么要一杯呢？就是两升吧。好好，两杯，两只吸管。那你先带我们参观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是什么怪东西啊？空气凤梨。凤啊？空气凤梨。空气。就是靠空气。啊，里面真的有凤梨可以吃吗？没有。它也没有根。它就是形状像凤梨嘛。没有根。也没有根。它像不像那个女人的法拉头？哎，对，真的嘞。对啊，对啊。它底下也没有根部啊。没有根。哪里买加吸管？这个就很特别、哦。这个厉害，泰国了是吧？坐。哎，一套桌椅这样，这绝对是手工的。你看，这不可能有机器去做起来。对啊。啊，我们那边坐，那边坐，我跟你讲，嚯、哦，那你现在啊，来来来，
take a sip 来。这一杯就是荆棘飘香了，先喝一口再说了，来。嗯，哇，你能还能喝到有咕一声？不好意思，不会，我是吓一跳了。常常看这个草莓，我们自己种的啊！天哪！哎，自己种的草莓。我们那个工作人员啊，实在太上道了，他只给你们一个叉子。那当然了，我主要这个地是不能吃的。其实最营养的就在那边。啊、这个、啊。对。整根啃下去啊。真的吗？董娘，你不要哈拉我们。来。啊。啊嘛。嗯。哇。OK， 那我也要。没，那我喂你。没关系，你吃草莓，我吃你嘛。I'm not on the menu. This. 哎 ，coffee, tea, or you? No, strawberry. 住下来，太棒了。我帮你准备房间了。嗯。我帮你准备房间了。两间，好不好？我们只是朋友。但是一个床，两间打洞，谢谢，我们把它喝完了。嗯，来，这个是干嘛？我们香草，好香哦。这是罗勒吗？你不懂的不要装懂。不是啊，香料不是有一种叫罗勒吗？这是香草，这个叫迷迭香。哦，迷迭香，哦，我知道，迷迭香就是那种武侠小说这样一放，然后你就晕倒这样。晕倒了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刚刚那个四点心蛮好吃的哈，鸡肉。金，可以接这个哎。今日套餐不是啦，是下面那个金针汤啦。金针，嗯，也没有写多少钱，帮人家做一个生意。兔子的兔。为福得喜。不是啦，不是哎。对啊，我的歌，对，但是听这个会想跳这个，有一点，你的歌哎，对啊，芝源呢？对啊，哎，你好，哇，你有看到他来，马上就吹他的歌曲，这刚刚那个歌好听，哎，老板啊，哎，老板，你好，欢迎，我们吃个金针。有金针汤，哎，对，有吗？哎，对，还要到外面坐，对，好，从那边坐，待会就给你送来哈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来，沙拉，怎么会这么香啊？这个茶，对呀，就是各类的香茶，新鲜的，还有沙拉，哎，对，沙拉是谁？是不是那个紫色头发那个？哦，不是。我在寻找一个女生。啊，我有穿那个。这个广告。潘石柳。潘石柳。又不叫八乐。潘石柳是真正的学名。八乐，八乐。可以唱出有关于八乐的歌吗？听唱。嘿，巴拉巴拉，巴拉的歌，对，还有香蕉，嘿，巴拉巴拉，巴拉巴拉，好烂哦，烂就不要吃啊，还有我想不到，有关吃的东西就很多。说我想你，你我念，琢磨注定不平凡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不是你，不是你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厉害。这是 NONO 编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偷了你的东西。
刚刚是刺点睛嘛，然后金针，嗯，哇，哎，欸，那边好多花哦，好大，对啊，白色的，对啊，哇 ，Oh my god， 这么漂亮，庭园咖啡厅，是情侣来的好地方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嗯，他在干嘛？欸，你好，哎，欸，小姐你好，大姐啊，要叫你大姐啦哈，哦，你是汉宁啊，客家人吗？客家人啊，哎，爱喝客家人，爱喝客家人啊，哎呀，从山过台湾，莫把点钱，洒满大江江山共天，嘿，阿娘啊，几甘蔗，香啊，精彩，精彩，我难开了，快些，快些，快些一下，来，快去，快些，娘啊。你朋友就爱吃吧？你这个是干嘛？香草，我们自己种。哎，好香哦！这是罗勒吗？你不懂就不要装懂。不是啊，香料不是有一种叫罗勒吗？香草，这是香草。这叫迷迭香。哦，迷迭香，哦，我知道，迷迭香就是那种武侠小说这样一放，然后你就晕倒这样。姐你好活泼，哦，对啊，你怎么那么爱？好开朗哦！你有被点到笑穴吗？你看笑，快快乐，真的吗？一点到你就，刚刚就很快乐，所以你被点到笑穴就会笑，对不对？结，好，他帮我拍的双下巴，我真的很难看，没穿裤子，帮你结，停，好，气泡茶，不要点到他的笑穴，他会笑。这边真的好漂亮哦，真的很漂亮。来，找个位置给我们坐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好，坐一下。哪边？坐，我们怎么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专心录节目。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好，坐坐坐坐坐。好了，请坐，请坐。要坐哪边？坐坐。喂，第四队哦。第四队。哎哎，第四队，对啊，你干嘛把我招过来？让客，让客就大家，我帮你招呼啊。妹妹哦，这个哦，我们是很好相处的啦。对呀，叫。哎，没点到。你猜。你猜哦，我差点被你搞疯掉。自己九层塔。高山塔。恭喜恭喜啊！哦，安尼哦。哦，不然我们要散步。不然我们要收。老师讲。我觉得你也长得还好啦。你觉得我帅吗？啊，你说你几岁？55岁了。你55岁了？对吧？你头发染成这么年轻，看起来只好像只有54而已呢。我以为54。我弄个比你脸还大的猪排给你吃，我带你当屁话嘛。没有脸还大的猪排，我们的有那么做的那么大，可以吗？真的假的？那我打电话叫龙翔来，看你能不能做比龙翔。不行啊，我们你要让我们接到啊，因为我们的食物链刚刚是那客家四点金啊，我有金上面有金包银，金银苦瓜，金银苦瓜。金银苦瓜是什么？哦，因为你经营这家店很困难，所以要经营。带出去处理一下。好了，咸蛋苦瓜。咸蛋。哎，皮蛋。苦瓜。哦。他姐姐有来，阿龙伯这样子。怎么这么好笑？什么东西这么好笑？哎，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。啊？好，阿弟哦，阿弟。我来安尼吼，你看，来这边，哎呦，金银苦瓜，哎，好香哦，味道好香哦，嗯，哎，有小美的味道，嗯，好香好香，比脸还大的猪，哎，真的比脸还大，我比一下，我比一下，这个比较大，对，来，哎，这应该是你的，这份是你的，啊，有有有，我有看网络上有人在那个商品证上面那个自拍裸照，哦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！你不要自拍了，自拍什么？我哪不想哈？他真的比脸还大，有没有？整个脸都挡住，有没有？先吃我们的苦瓜，金银苦瓜。
对，好好吃哦。金鼎湖，你们有没有吃到？我请你吃，我请你吃来。我也没吃到。你也没吃到？你这里有。对啊，大家吃吃看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哎呀，新竹商营。新竹商营。不是、啊，你们刚说你在新竹那边，在新竹那边。哦，在哪边？不同公司啊。哦，现在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就突然。好无聊哦，好可怜哦。几个人结婚？对啊，哎呀，你赶快回答快，问老巫婆要把我抓走。好饿啊！真的吗？哎呀。好好喝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。哦，你不要这样，好，你好像新竹那义民庙在卫生所。对啊，我自己。这个，反正每一个地方都搞不清楚是哪里了，但是就是很美。这是个全脸屋，说啊，客家女孩子好可爱啊。康宁吗？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俩站在这里干嘛？欢迎我们啊！那我还不带路了吗？真的啊，那太可爱了吧！哎，那杵在那边，那害我了。他看到你都不知道怎么。对呀、啊，来，来，走，走，带路，带路，带路。哇！这风景最美了。啊，真的，那我们坐这里啊。嗯。不，我们要吃香鱼啊，有没有香鱼？香鱼哦。嘿。我们这边没有香鱼，不过我们这里有香草气质尊鱼，可以吗？哎，香草气质尊鱼，前后也是香鱼，那就来这个好了。好、啊。好吧。哎，那边还有一个哎。啊，好、啊哦嗯，你看阁楼这样的感觉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它上面还有游泳池，还有 啊，真的吗？因为你们可以吃饱下去游的耶。真的吗？哎，来来，那我们坐下来。嗯，对对，好好。哇，很棒哈、哦！像个小花园哦。对，台湾呢，这个有很多张美丽的地方，但是你们来总是匆匆忙忙，啊、要不然就是在拍戏啊，又是什么？很难得。好，气质尊鱼来了。这个是自然卷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是自然卷、啊。你是自然卷、啊。对啊。省掉那个烫头发的钱了。谢谢你，来，那您慢用哈。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对。嗯，好像哦。哎呀，尊鱼耶！各位，你看这尊鱼啊、哦。嗯。有没有鱼皮在这里？你要看清楚。对。它就这样吃起来了啊。这个是香草，来来来，对对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明。先先介绍啊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白的。OK， 这三道哈、哦，你帮我摆到那一桌，那里好不好？那一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哈、哦，吃这个就好。哦，好。没了，人家都拿来了，还怎么好意思？好，来，啊，很幸福啊！我说开动了吗？你没有说不可以开动啊！哎呦呀，好好吃哦！嗯，啊，厉害厉害！大地，哇，无辣辣的，哇！啊，你做，耶！你也要做了？好讨厌！你还在那边看？阿妈，你真爱做的哦！好啦，让你做一世人啦，无啦。更爆笑的内容，广告后回来。哇，这风景都好好，漂亮。只可惜你不是跟你心爱的人走在一起，可是我可以变成言行书 MVP 情人。好啊。好像哦，只差那个嘴唇，其他都很像。我们刚刚吃那个金针嘛，这边看有没有珍珠奶茶啊？珍珠奶茶，蒸馏水啊。哎，那里有一个人很奇怪。在干嘛？哎呀。猪，卫生猪。你大哥你好。你好你好。我是康康。哦，你好你好。我是康康，这个是张韶涵。啊，你好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对啊，你拿这个。我们就是卫生猪的啊。拿。玉米，我是玩喂山猪啊！啊，我玉米珍珠玉米，对，珍珠玉米，珍珠。那我们可以吃吗？我们是猪，我舍不得嘞，我要演猪吃的嘞。其实我某部分蛮像猪的，你看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来来，猪都吃这个、哦，
这个平台。好吃，好吃啊！嗯，对。还有摸摸呢。好，怎么样？乖，乖，乖。它会咬你？不会。乖，它怕你。乖。乖。哦，不要吓它了。吓它。No！ 我选这个。哪个？这个。好啊。哇，这只好可爱，好漂亮。对啊，那我要这个。你是说要挑可爱的吗？对啊，可爱。你不觉得这一朵很可爱吗？啊，小白，不是小黑兔。黑兔，这样子。给你抱一下，可以吗？这样子，就像我这样抱。好。你确定不会抓人吗？不会。像我这样，他一只手抱着他肚子，一只手在尾巴的地方，对，对，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会乖乖的。那把洗澡。哎，对，那个理发店的那个红头发，还蛮像，还蛮像。哎，他毛还蛮软的。哦，啊，你们这个地是你们啊那边也是吗？那个也是。都是。哎，在整地是不是？嘿，对。哦，啊，我们去帮忙了，不然都这样子给人家对啊，这样剪一剪没礼貌。来，这个先还你。我们去那边帮忙好了。哇！哇，你在整地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。啊，现在再来，啊，怎么转弯？要转弯吗？直接转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加这边啊。这个是加油，是不是？是转弯的，这是转弯的。怎么转？哦。哇！直直的就好了，对。好了。哇，这样辛苦了，哎呀，真的吗？有这么的？嘿，这样可以了，今天这样收工了。哎，收工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？哎呀，农村的生活这样。哎，有没有喝饮料？有，口渴了。刚刚是什么？要我们像我们刚刚是什么？金银什么苦瓜？金银苦瓜。金银苦瓜，对。瓜有什么？瓜什么汁啊？瓜。麻辣鸡的。瓜。瓜巴 juice， 瓜巴 juice， 瓜巴 juice 就是芭乐汁，有没有？有是不是？真的吗？好，来，走，耶，带回去。好，走慢停车，放心中，好，不可以要很久。哦，哎，这个我也会。一把关。好，Guava juice. Oh my god. 以前的芭乐汁。嗨。哎，老师。老师好。哎，你好。你们要去哪里呀？啊，我们要去布里步道。我们做校外教学。哦，校外教学是吧？哎，怎么会在这边碰到你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无巧不成书嘛。哦，谁的车子那么大？小朋友要不要坐我的车啊？好，通通下来，通通。没有了。来，我们下来，好不好？他们要去校外教学啊，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看哈。这样子。跟小朋友走一走，很开心的。好啊。然后回到童年的这个时光。啊，赏鱼步道啦，然后偷师傅带路，来，小朋友一起走喽。啊，好多鱼耶！哦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。不要打扰他们。哎，你看那么大，那个是。我最长的大概有25公分。25，就那个啦，好大啊。我们想要抓一条起来观察一下，都抓不到。抓不到。对呀、啊。有时候是很难讲，有时候搞不好是可以抓到鱼的。这个试看看。
没有，我这里有一只了。这个石头缝里面啊，难免会有这种鱼。哦，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哎呀，抓到一只来卖。你爱过别样钻下来肉的哦，会了会了，老师啊，抓到一只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大概是游客留下来了吧？哎，这鸭子多可爱了！隐隐约约看到那个比较暗色的地方会翻动，暗色，比较暗动石头那边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翻动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苦花了。哦，那就苦花了。就是、我们平民，台语平民，很大条哎、欸。平民香也有。菲力，你看它在水里面啊、哦，发出那个荧光，对不对？有点像萤火虫。哎，老师啊，我们刚吃了那个香草起司鳟鱼，鱼要接什么？啊？鱼饲料。鱼饲料可以吃吗？不是，我们要吃呢。鱼可以吃，人可以吃。对啊，我们人哪有吃鱼饲料，可以吗？来，我给你找一点。不，要。不是，我们不是现场吃的啦。来，我们。这味道好怪怪哦。嗯，其实蛮香的。好啊，你的对都要吃进去哦。鱼饲料，为什么？什么味道？很想跳到海里。什么味道？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那多一点。来吧，够。哎，我们刚刚吃了玉米，我们现在呢，这里有一个读书馆，玉秀读书山庄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你好，玉秀读书山庄。哦，大家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张韶涵，哎，很漂亮的，对啊，儿子的偶像。哦，馆长在讲玉米。玉米啊，啊，叫做米三米粉，台木哦，米台吧哦，可以吃，可以甜的，也可以咸的，哇，都非常好。那我们到哪里去？哦，真的，来来来，等一下我们弄来一个火车，就等你来启动啊。我什么火车啊？等一下你上去坐嘛。不用，我来。对啊，这个小朋友玩的很喜欢，我们这边的儿童游乐设施最多了。你们这里也有港式饮茶吗？叉烧包、联盟包，好像在推呢。是，哎，到站了。哦，这个可以自己来了，可以自己来，可以自己拉绳来了，你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撞！哎呦，严禁猛力冲撞，所以刚刚这样是不对的。小朋友来这边不能这样玩。米台木啦，好不好？阿嬤，你好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米台木哦，米铁木。这个阿妈80几岁，很会做客家的猪，真的啊，什么很会做。啊，我们可以做看看吗？没啦，阿姨的，你讲这久拢无看到你的脸，恁就让电视拍一下嘛，阿妈。加了。你好。好，来，我来了。80多岁了。阿妮对不？老人家哎，大大的。大大力，没力了，你大了，大力，我大大力这样很强，啊你动一次，你也要做了，好讨厌，你还在那边看，阿妈，你这爱怎样哟？好啦，我你做一世人啦，没啦，没有了，让他们也做，也让他们。太太的，太太的，太太的。
台台的，台的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哦。多谢你哦，阿嬷。啊，我要来吃迄个米苔木啊，吼，吃你这吼。这是甜的。啊，甜的哦。米苔木有两种做法，一个是。哇，这看起来就很好吃的。甜的，哇。这好棒。哇，你看看，我很喜欢看看的。好吃哦。好。好好吃。好好吃哦。这是甜的，另外一种是咸的啦。哦。好吃哦。好嘞。啊，这什么？这是咸的咯。那一些刚刚多一点点的啊。是是是。看看口味怎么样？这个阿妈在南庄做那个客家的粿是最有名的。嗯。好好吃。其实应该正确的吃法要先吃甜的，先吃咸的，然后再吃甜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倒着剪，知道吗？倒着剪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他那个夹得快一点就可以了。好难哦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四C咖啡啊，漂亮的一个店。嗯。哇，那这么漂亮的地方，想必一定有很好吃的东西跟很好喝的。我这边的就是四季水果茶，四季水果茶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地产的热咖啡，哎，是利用这个比例值，那人家艺术咖啡，四季水果茶冰的是不是？是冰热都有。好，那我要冰的，你呢？我来杯热的。好好，哎呀，蛮特别。这种金质壶，它只烧煮三种咖啡，嗯，就是黄金曼特尼。顶级蓝山，还有就是夏威夷普纳。像那台北西门町有几家那种老咖啡店，它摆在一起，在门口有卖一些咖啡豆啊，然后一些小点心。它里面有那种，我看哦，它有那种日据时代留下来，上面放冰水有没有？然后下面也是咖啡，然后好像听说，它就这样一直滴，然后滴半天啊，就滴一整天才有一点点。对，一般我们是滴4到8小时。这样子哦。这个就是我啊，这个没有，哎呦，哇，就是唯一全世界唯一可以做冰，直接做冰咖啡，不用再加冰块，就是直接用这个冰水这样滴。这个其实这个咖啡也是一门学问啊。嗯，对啊，不光是这样喝的，对。那咖啡啊，它不但是一个商品，它也是一种艺术。嘿，对。嗯。嗯。哦。哦，很好，味道很好。嗯。里面都是新鲜的水果。嗯。这是什么？水果茶，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冰滴咖啡。还有冰滴咖啡。对对。它的口味非常独特，非常香醇，这在一般的咖啡馆是没有，好像跟品尝红酒的感觉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它的咖啡就是不会酸酸的，不会，它不很好喝，不涩也不酸。哎，哎，怎么有猴子猴年哈？好，老板。哎，哎呦，哎。这位啊，很短，你还得倒进来。哎，老板，太重了，是吗？阿弟，你们都转弯，我帮你扶着啦。来，哎，我去倒。是，你是老板啊？你是老板是吧？不凶吗？像啊，怎么会不像？啊，你这个东西是，我你讲话嘛，我试试看。这个都可以这样哈，这里一只手，一只手爱比较，好好好，一只手安尼，啊，无你会变去啊。哦，会变，哦，对哦，我知道。顶下架，顶下架，那一只顶下架爱落。好，这样。啊，一只手，对对对，看，看起来，看一下，哦，来。哦，了解。哦，这样才能扶。不，男生当然没问题的这个。啊，我知道要有一个，对对，一个一前一后。哦，对。哦，安尼你有发的。哎，起码人应该是也无发的。哦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嗯，阿段，客家精神在这个时候你要拿出来。来，扛住，来，我要考验他一下。他来考。小明。小明有4个兄弟姐妹，
老大叫大宝，老二叫二宝，老三叫三宝，老四叫什么？四宝。老四叫小明嘛。什么宝？那你说什么宝对吧？小明有心啊。那你那这样你算，那你继续扛着，我们进去吃四点。那看看我的字画，我的字画。啊，你的字画，你自己还画画？你看，这就是梅花。梅花。啊。这梅花呢，就足香的呢。你看，闻闻看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人生一定要经过辛酸，是是。以后就梅花精神，你有一天会好。不经一朝寒彻骨，哪得寒梅扑鼻香？对对对，啊，人生要闻闻看。哦，真的是有一股香味，而且淡淡的幽香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来来，贵来了，我们这个叫什么？料理养生贵吧？对对对对，我说这梅花。养生梅花桂，客家的这个桂啊，它好，它是非常好吃的。这个都是梅花哈，刚才的梅花看看，真的，因为梅花哈，对我们的人体好，是它有苹果酸、柠檬酸、葡萄酸，我二年级的，就是满脸就是老人斑，慢慢喝那个梅花茶又精神特别好，没有觉得六七十岁那种。真的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络腮胡好好看哦，可以摸一下。我前次留那么长啊，真的吗？结果就是像你一样，给我摸一下好吗？很多那个女孩子摸了，结果我老婆一发现了，那天晚上不行，咔嚓都剪掉了。哦，还好摸的是这里啊，摸的腰部一下，你老婆帮你咔嚓，那才完蛋。那我们可以享用的，这个是青草在里面的，这个是没有的，你就各选一个来吃一下了啊。里面包的是这个笋干，是咸的吗？对，我刚刚看那个老板，一个络腮胡，这样哇，很厉害。我也要来跟他输赢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下去装扮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你要去变装啊？改装？对对，等一下他来了，让他难看，搞清楚，我们也是很厉害的。好。我什么我我那几千麻将变的嘞，拜托，就要睡。我跟你讲，看到达摩，我们怎么能够输给人家呢？我来个这个叫什么钟馗啊？那不像不像不像钟馗，不像。啊，对，像张辉。哦哦，是是，了解了解。钟馗敬上。达摩抓抓腰，是是是。今天嫁妹啊，钟馗嫁妹，哎，不能当老婆啊，要嫁妹。翅膀还掉一根下来，哎，这个梅花茶，梅花茶，对对对，来来。哎呦，真的呢，这是我们自己种梅花喝梅花茶。嘿，所以你看这个，这外面都是梅园嘛，啊，后面整片，啊，整片都是都是梅花。今天为了要感谢你，我不能说我们来的没有留一点东西，这个胡子啊。再次而已，因为啊，我哪有资格？那我气候啦，哦哦，哎呀，哦，掉了掉了，就阿六阿六，哦，你看，今年这个猴年你太适合了，对。挂了一家来，阿母挂了一家嘛，就加了好啦，买啦好啦，阿公你看阿六哦，留一个纪念嘛，啊，好阿六阿六，哎阿六啊啊。啊，真好，真好帅哦！你，你我你不要提，我来摸地波啊，在抖音上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这个下次就是以这个，来来来，敬一下阿公，敬一下，嘴巴张开了，陈总很面熟了，是是是，我们主持人来这边，你好你好，怎么会？刚好来看看你老板，顺便来，哦，主任长啊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来来来，阿伯敬一下，啊，以我们这个老板的梅花茶，是是是，那就还有我们菲力的啊。哎，你好，这是吴主任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最热门的一个节目来到我们这边，是是。我们觉得没什么，我们这边啊，这只狮子呢，可能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再也买不到了。真的吗？表达我们一个观光局的，是是是，山山管理处的一个心意啊。真的吗？这是我们这边风景区里面的细沙啊。去做我们的开模，哎，去烧起来一个狮子啊，那个狮子在你这边望过去，刚好就狮头山了。哦，我们这个狮来代表一个纪念嘛，是是是，送给我们县里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代表一个吉祥。好，那代表我们节目来接受这个漂亮的狮子啊，在高收益的一个情况下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你好，好健康的感觉哦。对啊。啊，你好，我是康康，这个是张韶涵。你好。啊，很漂亮的女生哦。还有小牛哎。
我们可以看吗？来，我走过去啊，来，老板你过来，我走过去。哎，乖乖，乖，眼睛非常漂亮。啊，是啊。眼睛你看看，眼睛，好，眉毛、睫毛，乖乖乖。啊啊啊！斗牛呢？高兴。他这样跑就是高兴。啊，我们要喝木瓜牛奶油吗？是，你现在的木瓜季节啊，是慢慢过了，但是没问题了。哦，可以啊，好了，哦，好了，好棒哦！听这个音乐，喝木瓜牛奶真是太棒了。来，水这个，来来，还有木瓜牛奶，还有这个冰淇淋啊，还有雪糕啊。对啊，雪糕。哇，来这个红色给你。哦，好，真好喝哎！好，这个小美刚，哦，你怎么今天老是让我找不到啊？对呀，我太高了，没办法。对呀，太可爱了，好不好？刚喝完这个四季水果茶，茶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哈哈，带你来这一家面包店吃茶鹅。茶鹅？没有了，没有吧？是卖饼的。里面应该有一些，因为闻到很香的茶油，好像是茶油的味道。哎、欸，老板你好，哦啊啊，这切茶呢哦，哦哎、欸，这一看就知影，哎、欸、呦，哦，哎、啊，你这什么饼啦？肉饼。肉饼哦，这敢那是人咧娶新妇的吼，创啥你做的对不？哦啊，这哦哦。这是订婚的了。哦，订婚的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是古早类啦吼，这是古早类，古早。比较传统的。这算这是订婚，安尼算上订的啦，对不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番薯饼很好吃耶！真的吗？这么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绿茶酥。这是茶酥哦。对，这是茶酥。茶酥是用绿茶下去做的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哎、欸，那我们刚好我们那个四季水果茶也茶酥，是茶酥好不好？好，这都可以吃吗？这是现做的，可以。那我来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好，一串。没有，一人，因为我们吃不完浪费，嘿，吃不完浪费。哎、欸，真的里面有绿茶，而且还有点油油的，油油像水。我的一半会不会太大？因为我还地瓜酥。哎，不会很甜哎。嗯。不会很甜，很好吃。对啊，好吃好吃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哎呦，车祸现场哎！真的吗？哎，他手里他的我们的那个米角啊！哦，哎呀，哎，原来我们的啊要拿米角是在这里。他们是不是在学 CPR？ 对，啊的，进来。你好，队长。你好，吴先生好，放心，这个郭菲丽小姐 ，Hello， 对对对，哎，那个啊，哎，这个很好玩的东西，这些是你的队员啦，这是我是苗栗县救难协会，好，然后这个要介绍一下，你们是苗栗县救难协会，一遇到什么状况啊，他们就会出动了，对对，就是一般的紧急状况，不管是白天晚上，只要是。有民众通知，有警察要求帮忙，有什么状况，你们都会出动。就一般的状况下的话，听你这样讲，我们真的好感动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讲啊，你要考验我们什么？今天也是刚好在这边做个训练，训练好哈。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利用破坏剪把车子撑开来哈。哦，因为前面一撞之后呢，它凹进来，然后整个变形了，车门卡死了，然后这个打不开，对，卡死了，所以说我们。哎，不会啊，很好开啊。这个是假设状况了。哦，假设今天找假设状况。好。那你们等一下，我们要利用这个把它撑开。你们先操作一次，我们看。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，而且都是义工。我先示范，我请我们的那个弟兄示范一次。好。等一下你就照着这个做。好。然后也有心肺复苏。好。这个叫做什么？破坏剪。破坏剪。哎呦，天哪！哇，你看那个剪刀。哎呦，好像这一套犀利哦！这套装备我们在
开弯弯，右边还看看很重哦，真的摔到脚。好，我来试试看啊，来，这个平常要学的了啊。来，我帮你。来来，然后操作的时候要抓紧。抓紧抓紧，因为在剪的时候，这个不能偏，一偏的话，这个剪会断，会断掉。先撞，因为要手头在卡住，手头在上面。那我们要先锁起来，先出来先。锁起来。OK。这个再搓。多一次。要。嗨。还可以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哎，叫个美女做这件事情，等一下哦。再分开。一二。哎呦，里面有坐人啊，好恐怖哦！哎，很危险的，四百三块。啊，这样可以了没有？还要再来哦。站站。我觉得好可怕。再冲门缝，再冲壁壁。门缝里面上。一二三。好。好了，这样。OK。这样可以了吗？赶快把人救出来！现在但是千万不要先动伤患，因为他脖子可能会断掉，所以我们要先帮他上固定。那个叫什么？固定什么？颈圈固定。颈圈固定，快快快快！我把它固定住就对了。对，把它固定住，不要让它有手。那要看他有没有知觉，对不对？一般如果没有知觉的话，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心肺复苏术，CPR。真的人哈没有办法去做，是 CPR 的测试哈，所以说我们以转换成用安妮来代替。安妮，压到绿灯有亮才算数哦，再才算过关。是吗？压到他有目的。好了，好，准备了，一来的时候，先生，你还好吗？被你吓坏了。好，打肩膀。先生，还好吗？没有知觉了，赶快。我要叫119。先帮我叫救护车。好，马上叫。拉开他的衣服。找到他的衣服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节目不能露的。好，再见。好 ，OK。好，先吹两口气。要先评估呼吸。评估嘛。评估呼吸是要靠你的脸颊气。没有呼吸。要靠他的心跳。真的没有呼吸，也没有心跳。你先给两口气，好吧？有没有心跳要摸这边？这边喉结下两指的地方。对，喉结下。摸到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快来，好多。哦，有了，有起伏了。对不起。你先断气。我先让我蹲一下了。还是红灯呢。没有压，这个是不是真的可以？真的可以，这可以吗？非常好。过关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掌声的是给你们啦。对呀。宪哥跟他们合照。对啊，今天来到这个画面，只有一首歌想能表达我心里面的感觉啦。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我不能没有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应该可以算过关的了啊。过关，千辛万苦拿到手里，你心甘情愿。谢谢你救活他了。你应该的，救人一命呢，胜造七级浮屠。好搞的菜单呢，好搞 menu。猪笼板露在嘴上，我们就告别几位大哥，然后谢谢他们对人类的一个贡献。好，掌声给自己鼓励，耶！老师哦，老师好，张小好，你好。我们要拿米酒，要怎么拿？是，这个挂钩挂在那一边了。啊，那怎么拿？我们不高，所以抓着搭。我们要拿米酒之前呢，是找一个关卡上来，过了我们就可以拿了。要怎么弄啊？先表演一段哦，好，那你观赏一下，好，是张国中国小的相对四组阵容，好，好厉害。Thank you.
啊，要顶起来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哎哎！一路领先拉长龙、哦、这里还有十字路口站高林花园长，好厉害哦。对啊，阿姨叫我们看这个很厉害啊，看完了啊，米角哎，看完了而已，现在要看你们做，我们不会吧、啊、不可能，很重吗？我他嘛，你石头、哦好好他都可以的，妹妹几公斤？他36米几，那你可以啦。好啦，走吧。怎么走啊？踩左脚看左边，踩右脚看右边。哦，踩左脚看左边，踩右脚右边。好，就这样子，踩一次动一次，踩一次动一次。你脚要动啊？有啊。你要往前走啊？对啊。对，往前。好热、哦，好热哦！啊，好热！哇！这是基本动作，带我们。还要吊板凳啊！你来弄吧。老师，他穿高跟鞋啊，谢谢你。啊，好恐怖哦！那弄他好了，来来，一二三，一，走，一，他不敢，怎么？来来，我来跟妹妹，来，你好，加油加油，哈哈，我没那么容易的，好，哇，好难哦，再来一次。哎、欸，再来一次。好难哦，来吧，老婆买啊，就靠你了、啊。来，还要打鼓哦，要敲锣打鼓哦。
好累哦！谢谢你，谢谢，好厉害哦！谢谢谢谢，我们是拿到什么？猪笼板。猪笼板。哦，小朋友，我说十字路口，大家就说耶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都要上电视哦。预备，十字路口，耶！男生可以动啊，女生不能动。哦，男生不能动，女生不能动，女生不能动，真的吗？女生不能。OK， 好，变性的可以了。那你脚举高，那才变性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哦，拿我们的米角哎！哎，欢迎光临，这里是猎人学校。是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拿枪哎，拿枪哎，猎枪。所以猎人学校都教人家怎么打猎、狩猎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哦，这样子。所以今天要过关的话，要过关，你要跟我学那个人制作狩猎的工具，那我们就直接到狩猎场了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带我们去走到狩猎场。可是那猎枪声音会不会很大声、啊？很大声，棒！好啊，这是来，你要来，我就要你，我先示范一次给你啊。我知道，要做陷阱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现在要怎样？你要解说一下。现在要做什么？做那个抓那个山鸡的陷阱。抓山鸡的、哦。对，你要这个，你要会做。抓山鸡没问题，我打个电话给陈小春。抓三鸡，三杯。在我手上才会今天，待会你用不会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要试试看。我会那个那個。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怎么圈啊？我不管你，谁叫你不看？这个是双套结哈。双套结。会不会？哎。双套结。好，双套结。然后。套紧。套紧一。套紧一头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再打一个死结。再打一个死结。对，打死结。好，固定它。固定。然后把这个线哦夹在这个中间。哦，因为你刚刚破一。对。一点点。好，再把这个套进去，这样拉起来。套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这样就是一半完成了哈。一半完成。这是第一个，我来吃饭。现在第二个。你平常除了在这个猎人学校，你还有在外面？卖那个甘蔗嘛，看你这样子，杀人头不是啊，我专门杀猪，杀人头。好，然后这个要做一个那个砍，让这个这样进去。哦，砍进去。那你要锯，要锯子锯，对对对对对。可以脱下来。舌头还有伸出来的。真的吗？那个，我跟他干。为什么？你不是鸡桶，拿锯子要舌头伸出来。对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现在看你们怎么做。哦，男生可以动啊，女生不能动。哦，男生不能，女生不能动到。还好我是男生。哦，对。哦，女生不能动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变性的可以。吃饭，你的刀子，你没吃饱，没吃饱，没吃饱，对。那米角遇到那个变性，好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老板，你们这样可不可以的？我不是老板，我是猎人。哦，猎人，头目，头目。哦，猎人，我这样可以够尖的了哈。你觉得吃得进去了吗？怎么东西？你不要乱讲话！我只是很神圣的工作，很神圣的刀，不要乱讲话的。你晚上也有看那个频道？没有第四台，那你可以去租片子啊。这一次租不到，下一次免费。舌头要伸出来。舌头要伸出来。哎，
刚刚怎么弄笨的？把它锯斜一点，真的。别把我的锯齿都抓住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来镜头，哈哈哈，被我抓到。小姐，小姐来，你不能用刀哈。哦。对，现在我在教你这个。好吧。猎人。对了，教一下他，不然他无聊。女孩子后必须要会的东西。好。第一个那个什么啦，裤子要脱下来。你先示范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傻眼。你什么东西啊？大腿要露出来。以前哦，没有那个线的时候，我们是用那个麻绳在做这个线的时候。哦，他要叫你搓成一条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搓那个是要你要穿牛仔裤，不然这样会受伤啦。不会，我的皮很厚。你演戏？啊，他很演戏啊，他在牛仔裤。毛毛啊，毛毛啊，除这样哦，取不要除口水这样。嗯。退。除腿毛。哎，这样刚好对不对？要卡住吗？要卡住，对，要卡住让它不会掉的。一条线哦。嗯。每一次搓一定要吐个口水。好。真的，不会骗你，你有口水你用就行。你可以做那个润滑。你想太多了啦。我没有想，我在想说我有没有做错啊。校长，你这样怪怪的不行哎。这应该抓得到。耶，刚刚好。刚刚好，这样应该抓得到。嗯、去抓，去抓。来，现在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刚刚在那边做，然后大哥帮我们把它架好了，架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大家看看一下，在这里，就是这一根，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一个，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绳线在这里，啊，然后这个是一条，啊，摆在这个杆子上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三鸡在这里跑的时候，然后它会这样冲进去。所以是整只就抓住，就身体这样绑住，对不对？哇，慢，你又在那边削，又在那边还在那边脱裤子，在那边脱，很慢。我有最新型的那个狩猎器，你看有没有？里面放一些药，它就会来吃，吃一吃之后就会死掉。太小了，太小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有大的。有大的，我有带大的来，这个太小是不是？在哪？看，你看，还抓到，你看，活跳跳，活蹦乱跳的，这假的，太小了，这抓不到，机很大，没办法，还是要用这个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我们，那我们试试看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在哪边，在旁边等，如果有三机过来，我们把它赶过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好好，来，到旁边等一下，好。我听到鸡的声音，我听到鸡的声音，中中中中！抓到了！你瞬间，哎，他不敢动，他现在不敢动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好嘞，这个你的奖品。我们的战利品，抓到了！噔噔噔噔噔。耶，校长抓到了我们的米角，给我们哪里米角？这个校长好调皮，还故意躲在那个梳子上，对，让我过去拿。那我现在去拿米角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心一点啊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最厉害的。这里有陷阱，你为什么把我那猎山猪的那个陷阱的木坏掉呢？这个是猎山猪的，对呀，你把米角摆在这里，叫我过来拿，结果你在这里弄一个猎山猪的陷阱，你现在是把我当成山猪哦？体型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像哦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还是小心。真的是猎人学校呢，到处都有陷阱呢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对啊，哇，你等一下会不会给我一个爱情陷阱啊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因我一生。一起来，开开玩笑的，校长，很温比啊，对不对？很温比的，要吐舌头。我是你用，哎呀，用口水，口水这样。好猥亵的校长。开玩笑，好，我们看我们的米角是什么。好。哇，猪笼板要去吃这个猪笼板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谢谢校长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好多人在这里啊！哎哎哎！哇哟，这么多人！哇，干脆下来看看好了。好，好多人
嗨 ，Hello。Hello。哎呦。嗨。Hello。嗨。哎呦，阿妈在干嘛？阿妈。阿妈在洗衣服啊。哎呀，在洗衣服。哎，是。天哪，哎，这一条天然的这个泉水就让下来。哦。他们就在这里洗衣服。对。哎呀，厉害了！我爸上来这里跟你们啊。哎呀。没有在洗内衣裤了哦，因为我怕人家洗内衣裤就不好意思的啦。嘿，你怎么也上来了？我也跟你啊。哎，你看这个水好干净了哈，好干净哦，很干净。然后，哎，我们要来这里找桂花茶了，桂圆茶有没有？有。有吗？有。桂圆。桂圆。桂字头的啊？有。什么？桂什么？桂什么？带你来。你带我们是吧？好，来。好，阿妈，那我们先上去了啊。嚯！好想帮你们洗衣服的嘞，那你留下来。你家有啊？啊有嘞，太棒了！这里我觉得还有手工面面的，很有味道哈。对，桂花巷哎。对，桂花。哇 ！Oh my goodness！ 哇！哦，好棒啊！好可爱啊！你看他就门口他弄个位置坐在这边呐。嗨嗨，你好你好。哇，桂花巷。花茶冰镇汤圆，哎，桂花面就更好吧。好，拜托都可以。然后我们的有桂花汤圆、桂花蜜珍珠哈，这加上我们的桂花蜜。哇，桂花蜜再来，桂花蜜，珍珠再加珍珠，桂花蜜珍珠加上珍珠，哇，然后坐在这一边，天啊，那么多人看我们吃冰呢，要挥手啊，挥手啊，明天要上电视。珍珠。新加坡有吗？有，不过吃到一半还有摩托车要过去哦。桂花的味道有没有？很香，怎么突然有？哇，太好吃了！婆婆你好，这是我们的招牌，也是桂花巷的冰镇汤圆哈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哇哦，茉莉冰镇汤好不好吃？小朋友。不好吃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好好吃啊。好难吃啊。小胖。小胖，要签名吗？要。啊，那今天啊，只能合照，不能签名。好，你们不要动。请摄影叔叔拍一张这边的，你们看电视就看到我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全部拍一张啊！前面蹲低一点。耶！我们的米饺是猪笼版嘛？那我们刚刚喝木瓜牛乳啊，现在要借一个卤猪，刚好可以猪笼版。你们放学了吗？对。现在我们去吃卤猪好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这个是烤卤猪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们50岁通常表演完毕之后，我们都会烤散盘。那我来请客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是烤牛排，今天排到烤卤猪，然后我们在猪笼板，然后敲锣，耶，好不好？是，好。小米分我一半。好，好，走，说了算吗？好，走，走，说了就算啊。来，哎呦，这边是哪里呀？哎，刚刚，这是我们要烤肉的地方。来，我们的黄伯伯。哦，黄伯伯你好，你好，这是张小孩。我们来吃烤卤猪哦。啊，来吃烤卤猪，还有烤虫仔鸡。哦。石板香肠。哦。香肠烤肉。哦耶。哇。烤得很好，烤的这个颜色非常棒。现在可以了吗？可以啦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哪里？先烤虫仔鸡。哦，好，走，走，还有虫仔鸡，走。这个就是虫仔鸡哦。最土法的。我这个没看过哎。对呀。哇哇哦！有个正确，你在哪里？你在你们厂里来，在哪里啊？在里面厂里来。哎呀，你都几岁了，还恶作剧啊？在里面啊！哇，好香哦！哦，掌声鼓励，来。哇哦，我们可以吃这个，可以吃这个，我真的不记得。好。哇。哦，好烫。剪刀，来，哇，谢谢。
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嗯。刚刚你之前有去那后龙那边啊？嗯。哦。那个油饭啊，一点都不像卤猪的味道。好，这是鸡啊。在这边。哎呀，我们要吃卤猪哎。在这边啊。哦，猪那边。来，猪脚，敢吗？吃这个。好。来。我来吃这个水饺。这个三个是一样的，可是小朋友他们都没吃啊。那可以吃啊，那边有啊。来来来。哇，前面有一个。哎呦，庭园餐厅呢。哎，你好，先生你好。你在喂鱼哈？对的，你是这里的老板是不是？你好，你好，老板贵姓？林哦，哎，林老板你好，哎，这是小母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是常常在八大陆鱼是不是神出鬼没？吓死我了，对，小江美琴，小美琴啊，你在喂鱼啊？我没看到鱼哎。有啊，那边。哎，哇，好大条。对，走走走，去餐厅。老板，林大哥，那个直接就来，你们这里有什么？我们刚是哦，酥开的有没有酥皮浓汤？酥皮浓汤有啊，有是不是？不稀奇，要有什么比较好吃？我们这边有酥烤高山猪。哇，酥烤，是烤山猪肉吗？用烤的，烤这样脆脆酥酥的这样。好，来，那来一份好了。两份还有我啊？有一份两个人吃的。我一个人要吃一份哎。真的吗？骗的。好了，那就来一份。来一份好不好？这么舒服的这个气候啊，对不对？又在这么优美的环境，忍不住又想唱歌。亲爱的。你怎么样？来了！哇，这一顿酥烤高山猪是这个？不是猪肉去烤的？是在里面。哦，在里面的。哇！哎呀，哎，看不出也中秋节要吃月饼哎。对啊，妈妈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阿姨谢谢你。哎呦！哇，我最喜欢吃鲑鱼了。真的吗？嗯。Oh my god！ 好棒，好棒。Yeah. 哇，还有酥皮浓汤，哎、欸、哇，好丰盛哦！你的东西，哎呀，对，你的东西都有配套哎哈。对啊，你都有芝麻。对啊，那这个是高山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哎、欸，这样你看得出什么是什么吗？对对。哎呀，我的比你漂亮。真的吗？我的也不赖。我比你有创意。哎、欸，真的要来吗 ？Hello。我们吃个浪漫的下午茶。吃个浪漫的下午茶。我们下午茶会不会太丰盛？先吃这个。好，我要吃。叮咚。哦。好好吃哦。很嫩。哦。这个猪肉好。Q Q 的。嗯。又很嫩。吃起来口感很好。哎呦。亚当的女朋友莎拉，对对，莎拉公主耶耶耶，啊，你也看过？你看过莎拉公主吗？哎呀，我七年级的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1971。对。小心，你这线不要勾住了。你干嘛？不是，你这个很重要，你看。这是干嘛的？这个勾。这个就是啊，我们两个就是一组了啊。你是我老婆，我是你老婆。啊！离婚！喂，离婚！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到了。哎，这是原住民哎。是啊。他们下来看看，最后一道菜了，猪笼板，猪笼板。老板，这里有没有猪笼板？啊？我们要来这里找开始了吗？这里是什么？哎呦，石壁染织工坊。哦，这是做布的是吧？对，做布的。可是我们有做猪笼板专程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是吗？哎呀呀呀，好，那我们就进来了。有猪笼板最好了，来搞定搞定，里面抢了。嘿嘿，嗨嗨嗨，哦，又厉害了哎！哎来来来。哎，学习一下嘛，学习啊！他们这里原住民的织布，哈哈。他是木瓜的吗？他是说要吃木瓜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是木瓜的嘛。你们是哪里来？哦，我
我们是哪里？台北啦。从哪里？他是新加坡来的，新加坡。啊，我是台北啦，哈。所以要多写一点原住民的话。要。迅哥，哎呀呀，不敢。今天有比较简单一点，简单的好学的。啊，你这个太难了，对对对，那不会的了吗？那你不是里面的比较，这是传统的，里面的是先进的。来来，哎，里面有织布机，我们来学习一下。那个是夏天的时候。对啊，这个有穿夏天的时候，你夏天那个时候来就看到我们这样织啦。你们就穿穿啦。啊，你不会不好意思，有男生。哇，那真的应该要夏天要在了，真的吗？哎，你看哦，它那个条纹呢摆在里面，它自然就出现这种花。哇，好厉害哦！现在这个是脚控制，脚控制它的花纹，花纹脚踩它开口就会打开了。哦，小姐，来。教你知识，对对对，女人家里真要学习的。四个，你踩第一个，然后呢？踩下去，这个翻过来，你踩重一点。OK， 重一点。先踩过来，它就打开。你把它打实，对对，打实一点。所以踩是要给它开的，要绷紧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踩是要给它打开。对哦。然后呢？那个梭子，梭子，梭子，梭子呢？穿过去就是线环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？梭子，我就这样子，再打下来，对。阿锦，哎，有了，出去了，有了，出去了，有了，这样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穿过去，再换过。那现在我再回去吗？再穿回去。哦，哎，穿透这个中间，哦 ，OK， 哇，你看这个女艺人共同的通病，家事都不会做，啊，对嘛，来继续继续，啊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，对，踩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嗯。小心，你这线不要勾住了。你干嘛？不是，你这个很重要。你看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个就是啊，我们两个就是一组了。有没有？哎，牛郎织女来了啊！你是我老婆，我是你老婆，啦啦啦啦啦，哎呀，我们两个就是有缘分的嘛，这个啊。啊！喂，什么离婚？喂，好了好了，哎，来来来来，看你这样织布啊，觉得好开心啊！但是千万不要忘了，我们最后一道菜猪笼板有没有？猪笼板有啊有。有了，赶快来吃猪笼板的了吗？哇，厉害了！哎，猪笼板原来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它很多口味的，有梅子口味的超阿贵，还有绿色的、黄色的、白的，来选一个。好，选这个是地瓜，我喜欢地瓜。哇，好好吃啊！这个有点像我们新加坡的那个昂咕贵。昂咕贵，昂咕贵。一点点，只是它是甜的，里面这个是咸的。台湾也有昂咕贵啊，对。是吗？好好吃的猪笼板。哎，大哥你好，我是康康。我们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们，是有一个东西叫做猪笼板，这个是什么？嘿，猪笼板就是哈，嗯，我们因为我们客家都有做那个板，叫就是柜哈。啊，柜哦。嘿，然后呢，就是说因为它做的形状很像那个猪笼，所以呢客家人就是叫做猪笼板，那个板就是柜的意思。哦，板条的板呐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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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家宝贝。这里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南庄的名产，来来来来，哦，啊，这是烟熏鳟鱼，哦，我们在烤鳟鱼，这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哦，没加吧？哦，加块麻啊，来来来，这野味啊，加块麻，哦，这胖哎哦，好香的。嗯，好哎，哇，多吃鱼啊。嗯，鳟鱼哈会比较聪明。对，所有鱼类里面哈，我们叫做血管的清道夫，所以它含没有含胆固醇的。哦。对，所以有、那個、血管的清道夫。对，血管的清道夫。好，那我们要吃那个猪笼板。猪笼板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谢谢。猪笼板，就是这个。啊，这个做思源哈。这个是猪笼板，哎呦，都烧的呢。对啊，我都嘛烧的在等人客啊。哦，啊，这那无同颜色，这是安怎？
我跟你讲哈，这是艾草菜包哈，然后这个是那个黑糖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我们也有加这个哈，就是说这个是那个红萝卜的哈，然后对，然后这是紫米的，我们有开发好几种口味哦，它有好几种哦，对。啊，你我夹这块嘛。那里面夹什么颜色的？我要吃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对，红色的。这安菇桂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嘞？这个哈，这个是黑糖的。黑糖，黑糖桂。它这平常都在，就是现做。我们这个是哈，这里是南庄的观光局设的南庄游客中心哈。那我们这边呢是在等于是说一个服务客户的一个服务站哈。那我们就是一些地方的特产呐哈。然后我们有提供游客导览图啊，南庄要怎么玩呐哈。我们有地图，有导览图啊，提供给游客这样子。呵，现在是最后一道菜，猪头板。哇，猪笼板。对，猪笼板。猪笼板，猪笼板是什么东西呀？现在让我慢慢的告诉你哟哟哟，江美琪哟，这可以了啊。好像是菜包的一种，好像是菜包的一种，但是我要先看了一下，我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走吧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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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有看到刘家猪狗不猪笼板狗江粽，我们要吃猪笼板。好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这是猪笼板哦。哇，非常漂亮。我喜欢吃这种的。这是草莓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火龙果。这是香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原味。这想吃巧克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山药的。真的吗？你不要闹。艾草的。哦，所以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木瓜的哦。对，木瓜的。真的？是的。你也被我猜对了。木瓜的。好，到这边来。啊，自己做是不是？啊，我要先洗手，先洗手。啊，怎么做？这样一个刚好，然后呢？这样一个刚好，然后。你要先搓成圆形。圆形。猪笼板的由来，我现在向各位介绍一下。好。猪笼板是早期这个客家人，买来台。那时候生活非常清楚，是不是从那个唐山那边过来？哎，是对对，因为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：唐山过台湾，莫办点钱，上岸大平当成冬天。好，那继续。当时生活非常的清苦，很清苦。他那个白板团。哦，白板团捏成这个猪笼的形状。哦，哎，里面都没包东西，对不对？只有白板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没有钱嘛。哎，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时候因为有一首歌有这样唱嘛，长安国台湾，我搬两钱，就是没有钱，对。捏成猪笼的形状，那时候我们就叫了猪笼板，早上出门的时候当个点心用的。哦。啊，后期因为生活改善了，那个猪笼板里面有放些后期人家的菜包。菜包哦，菜包。目前我们是做这个。你是风景区嘛？你的，等一下，老板这边，你的呢？在这边啊。哇，你做这么漂亮哦。对啊。完蛋了，那我这怎么办啊？那我们看一下。哎，它更漂亮。哎，好漂亮。留一手，哎呀。哎呀，而且你还蛮圆满的。很像哎，老板，我的跟你的很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不错不错啊，这个，哦啊，这个是纯。是艾草的。好，艾草的，我是火龙果，而且这个是。纯手工的，完全没有任何防腐剂，然后没有色素都没有。柚子叶，柚子叶，很香哎。猪笼板，猪笼板，柚，猪笼板，柚。现在让小美来告诉你什么叫做猪笼板，耶。现在我吃，赶快吃了，不用讲。好 Q 哦。里面也是一样的。好 Q。我还比较 Q 哎，很好吃，香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哎，我们伽罗，哇，唱片大卖，唱片大卖，谢谢。耶，太小力了，要用力，小力了，对。康康，你猜对了吗？
今天十字路口带各位观众来到了充满客家风情的南庄，这礼拜宪哥跟来自新加坡的郭飞利两人一路上打情骂俏，完全把胜负抛在脑后，而诺诺和江美琪也是只顾着嬉戏玩乐，当然被判出局了。反观康康跟张韶涵两人一心只想拿冠军，一路上卯足全力终于得到本周的冠军。